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周二会谈室。尽管在10分钟之内吃掉69个热狗和面包，非常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我们都知道，美食更在乎的是质量而非数量。这就是为什么您在这里向我们的大厨学习如何制作几道优质的菜肴。大家好，我是 Coco Tan。如果您是第一次参加我们，您不要误会，我不是大厨，我是旧金山湾区开了 Williams Realty 的房地产经纪人。想要了解最新上市的房子、研讨会的信息和其他的视频，就赶紧微信联系我，并且订阅我的 YouTube 视频吧。我知道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有我的微信和 YouTube 信号了，但是如果你还没有，您只需要扫描这些二维码就可以了。中国的新年临近，所以今天我们不讨论房产。我想大家都应该热爱美食吧，那么让我们一起开启美食之旅吧。我很高兴地重新邀请到了 Michelle 陈晨丽回来。Michelle 一直追求厨师的梦想，现在是一名私人厨师，还撰写了一个美食专栏，叫做《诚心诚意》，与世界分享他的杰作食谱。今天晚上，他将分享他最喜欢的两个新年主题食谱——上海春卷和全家福。无论您是新年晚宴的主人还是客人，如此的美食都将给您的家人和朋友带来惊喜。现在我们欢迎 Michelle 陈晨丽。Hello, Michelle，你好。哎，Coco 你好，大家好。新年马上就要来临了，今天其实在国内应该已经属于是中国的小年夜了。太大声了，要是音乐放小声一点，谢谢。好像声音太大了，Justin，那好吧，我就尽量大声说一下后台 Justin 的声音音乐。小声一点哈，其实不放也可以。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呢，就是中国新年的两道菜，也是我最喜欢的两道，给了我很多童年的回忆，特别是上海春卷。为什么说是上海春卷呢？并不是说在上海生产的春卷，就是上海春卷。我们上海的春卷和大多数的春卷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汤汁比较多一些。里面用到的原料呢，就是新鲜的笋，尽量用新鲜的。我的烹饪最着重的就是用料的新鲜。当你用到新鲜的食材的话，就根本不需要太多的调料，这样只会把当中的鲜美的味道给抵押掉了。所以我今天用的是新鲜的冬笋，然后呢就是香菇，这个不是泡发的香菇，这个是新鲜的香菇。现在很多团购啊，很多超市都有在卖，所以购买起来还是相当方便的。购买的时候呢，只要注意它颜色均匀，因为有的地如果是不新鲜的话，你会看见有的地方颜色比较偏深一点，有的地方浅淡，那就说明它已经进水了，就不是很够新鲜。然后摸上去的时候要比较扎实一点，如果你摸上去的话，它比较松软，然后有一种水分的感觉。那我可以保证，在你煮的时候会有一种酸涩的感觉。进水的蘑菇的味道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就是最主要的，我们用的菜不是卷心菜，在上海我们叫黄芽菜，其实就是大白菜，但是用的当中的比较偏当中一些心子的地方，所以你会看见有一些黄黄的，并不是非常翠绿的感觉。为什么用这个当中的呢？首先它比较嫩，然后当中的这一块它有一丝丝的甜味，所以炒出来的这个春卷的馅呢，会更具一些蔬菜的自然的芳香。然后就是肉丝，今天我们做一个豪华版。不是用猪肉丝，而是用鸡肉丝，鸡腿上的肉。我喜欢用鸡腿上的肉，有两点。
一点是因为它，比较鲜嫩，不像猪肉很容易一不小心炒出来以后就一种很粗的一种感觉。还有一个呢，就是比较健康一些，烹饪的时间也比猪肉相对要短一些。所以像现在疫情期间，我们的饮食都还是趋向于健康。美味当然是不可忽略的一点，所以这些材料，四样材料，线心是四样材料，鲜笋、肉丝、鸡肉丝、猪肉丝，哪怕你想用牛肉丝也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很大的局限。但是，我今天用到的是鸡肉丝，香菇、香菇丝，然后是白菜丝。很多人会问，那白菜丝要切很细吗？不用很细，因为你炒完了以后它就不见了，但是也不用切成块，所以就是比较中等一些，看你自己的口感，因为有些人喜欢吃很烂很烂的，那你可以把它切得更细一点。如果不是很讲究刀，这个不用讲究很多的刀工，只要不要切成块，到时候老人家拿着假牙去你打就不太好，那我们现在就先制作一些，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作完以后你是不能马上使用这个馅料，因为它是有热度的，你要是放到这个春卷的皮里边一炸它就爆了，很多人性子比较急。做完以后就说啊，我马上卷一下就可以吃了那这个春卷就会整个的炸开。我们今天使用到的，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这有一个小型的油炸锅，这个是我的一个小宝贝，因为油炸的东西如果在大厨房里做的话，非常的耗油，油烟也很多，这一个小油炸锅可以在室内，也可以在室外插电的，里边有个小篮子，然后上面还有盖子，在特别是炸春卷啊，有时候我做盐酥鸡啊，用这一个小的油炸锅是完全能够满足全家的口味。那现在我们把油锅打开，打开了以后，最好找一个传热比较均匀的锅子来炒菜，不然的话呢，你要等很久，然后有的地方熟了，有的地方还是生的，把锅子预热一下，锅子一定要是热的。我这个锅子的传热性能非常的好，所以没多久我就能感觉到了热气。今天是为了节省时间，这个鸡肉丝呢，我已经预先的处理了一下，因为鸡肉要腌制，至少要半个小时，放一点盐，放一点胡椒，放一点麻油，一点点生抽。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放那么多的调料呢？因为在后面的烹饪当中，为了避免蔬菜出太多的水，我们事先把盐、把调料多放一些，比如说麻油，比如说盐，这些东西都事先准备一下，腌制到这个鸡肉里边去。待一会儿，当你把白菜放下去以后，就不会导致一锅都是水，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这个效果。虽然上海春卷里边的汁水比较多一些，但是不是喷的到处都是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炸的时候水都会漫出来，然后就会是一种比较可怕的景象。那我们现在先把香菇放下去，这个时候的翻炒其实是非常非常快捷的，把它很快的翻炒一下。这个时候就可以把黄芽菜放下去，鸡肉
后的腌制呢，半个小时腌制好以后，你可以放在冰箱里边，这样它可以更好的凝固在一起，下锅的时候就不会噼啪的爆。我比较喜欢把鸡肉、把肉丝先事先的煸炒一下，装在碗里分开，然后这个时候再来炒香菇。这样呢，就不至于你的肉丝到最后都像火柴棍那样的干燥。好，我们现在呢，黄芽菜炒的差不多了，我们就把肉丝放下去。这个动作其实，这道菜其实还是相当快的，只是准备的时间要超过你烹饪的时间。大家看见我在用筷子制作这道菜，而不是用勺，铁勺在做这件事。现在我们放水丝，为什么我用筷子呢？因为这里边有很多都是切成丝的材料，如果你用炒勺的话，它就不能很好的均匀的分散开，这个时候如果你用勺子去炒它的话，炒来炒去都是一坨，到时候你裹春卷的时候，很可能一个春卷里边都是黄芽菜，一个春卷里边有很多的肉，所以这样就分布不太均匀。大家看见到现在我都没有加盐，这样你能够看见这锅菜还是没有出很多的水，你一放盐分以后，它的水就会大量的渗出，这个时候就很难控制。把火调小一点，让它慢慢的在这边导热，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要加水了。我这里有一些淋粉，有些人问什么是淋粉？淋粉呢？英语上面是叫 tapioca starch， 也是一种淀粉。我喜欢用淋粉而不是玉米淀粉，是因为淋粉，我个人觉得它更厚稠一些，保留的时间也比较长一点。我以前试用过玉米淀粉，没多久就变成一汪水了。这个时候我们用冷水把它调开，不用很多，你只要这样的勺子一勺淋粉就已经很多了。用冷水调开一下，一定要调开，而且一定要用冷水。如果你用温水的话，它就会结块变成一块一块的，那就失去了它的使用价值。这个时候观察一下你的菜，黄芽菜已经变软，我们慢慢的把这些不要一下子都倒下去，不然的话很可能变成一个很大很大一坨的黄芽菜面疙瘩。一边倒一边观察，这个时候可以把火开的稍微大一点。一般来说，根据你的菜量再决定你要倒多少的淋粉的生水下去。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非常完美的一个景象，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样的感觉是最好的，没有太多的水，汁水跑出，然后它有很好的酱汁的感觉。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加盐，因为我们马上就要收工了。这个时候你加盐下去，就不会影响到它的跑出的汁水的多少。所以总的来讲，就是最后加盐。大家看一下，
看得见吗？看得见。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是比较完美的，没有炒焦，已经断生，颜色也很漂亮，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最后的成品的这么一个境界吧。可惜我们现在不是当场制作，不然的话现在这股香味是非常非常诱人的。好，就是这个样子结束。然后呢，我们就要把它装在一个小碗里边，装在一个大碗里，也可以看你装了多少。装完以后，其实最好是拿一个扁平的盘子，有助于冷却。那我们今天呢，不会使用到这一碗，所以我就放在碗里。我已经制作了一碗，中午就制作了一碗，把它在旁边放凉了，我们现在就可以包春卷。对，就是这么一个样子，平衡点不太好，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看清楚这个状态是这样。不要有太多的水，因为待一会儿在你放凉的过程当中，它黄芽菜的水会慢慢有多出来。那我们就放在旁边，因为鸡肉里边有胡椒粉，有麻油，有生抽的味道，这点调料就足够了。所以大家看我在炒制的过程当中根本就没有放其他的调料，就是盐，但是其中的鲜美的味道，我可以保证是让人，用我们上海人讲的话，是可以把你的眉毛都掀掉的。那现在我们把这个锅子，我们就不会再用到这个炒锅了，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锅子交给我们的小助手，移出我们的舞台，来，从这边走。我们的小助手已经帮我们替我们试吃过了，满意程度98%，剩下的为什么说98呢？还有2%他觉得没有吃够，所以扣掉2分。那我们现在来制作春卷。我已经事先制作了几个，这样我们的节目时间就比较紧凑一些了。这里是3个已经做好的，大小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油锅我已经开热了，随时可以放下去。春卷皮，很多人说，哎，我们用什么样的春卷皮？我记忆当中小时候的春卷皮是圆的，但是在这里呢，我比较喜欢用这一块方的，它的韧性比较好，口感也非常接近我们小时候吃的春卷皮，制作起来也很方便。我现在就给大家示范一下，储藏也很方便，你放在冻箱里边，就 freezer 里边，用不完的话放回去，冻完了以后下次再来使用的时候还是很不错的。唯一的一点就是近视眼有时候看不清如何把它分开。然后你看它的韧性很好，撕扯的时候只要稍加小心，它是不会，饼皮是不会破的。而且这个饼皮还有一点好，就是如果你在吃烤鸭的时候，这个也是可以在蒸笼上蒸一下，你看这样扯它都不会断，对我这种比较粗糙的人还是很好用的。然后这里有一盘我今天中午已经事先制作好的，这个是冷却的，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已经有汁水啊？所以炒的时候如果已经有很多是汁水出来的话，最好能够倒出一点，如果你想留着拌面啊或者是煮粥啊都是可以的，也不一定会浪费掉啊。制作的时候呢，把它做成一个菱形的样子，不是正方的放在你的面前，而是菱形的，
一个尖角对着你，然后用勺子尽量的不要把太多的汁水放裹进去，我们自己吃啊就多放一些，但是不要太多，千万不要贪多，它一定会爆。放下去以后尽量不要产生一种圆形的像包饺子那样啊，而是长条形的，把它做成长条形，然后尖角往上裹一下，往里推一下，这样就把它做成了一个圆柱形，裹紧一点，一层两层，现在是这个样子的，最好裹个两到三层，然后向里对约，再往上，这个时候就要收口了，你可以蘸水，但是我今天做蛋饺的时候剩下一些蛋液，所以就刷一点蛋液上去，把它卷紧，一个像小长包一样的春卷就做出来了，是不是很可爱？那我们现在已经有四个了，我再做一个给大家看一下，不过这四个呢我们已经可以放进这个宝贝油炸锅里，当然不用一下子放四个，我这个大概放个三个就差不多了。然后现在呢就可以听到它噼里啪啦的声音，很多人会问那要炸多久呢？根据你的油温的情况，我计算了一下大概六分钟左右，但是这里有一个小窍门，有一个非常好的小窍门，你现在听见的声音是比较欢快的，噼里啪啦稀里哗啦滋的，各种声音都有，但是慢慢的当它快熟的时候它就会失去这些声音，变得比较沉默一些，那我想也就应验了我们人生当中越是成熟越是少雨吧。所以现在正在它正在慢慢变成熟，那我们再做一个菱形盖好，去除一些多余的汤汁，我们只拿其中的馅料，然后往上折，往里推一下，把它裹紧，再往上卷个两到三次，两边向内，就像卷个小宝贝一样，然后刷上蛋液或者清水都可以，我比较喜欢蛋液，因为清水的粘合力还是不够，卷紧，这样就出来了。这个春卷皮有两个 size， 一大一小，我呢觉得如果是做春卷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听见声音了吗？还是不够成熟啊，我建议大家买大的 size 的那一种，不然的话很小的话现心包个两下它就很出来了，你也不能包很多，然后吃的时候感觉上都是春卷皮的感觉。那好，现在我们让它在那边慢慢成熟一下，这个时候因为我这里没有洗手台，所以我有个洗手液在旁边，大家在处理食品的时候尽量的多洗手并且把切板和菜刀都要分开，交叉感染是很多传染病发生的起源，还有很多人喜欢在烧饭的时候尝一下，尽量用一次性的勺子，尝过了以后这个勺子就尽量不要再去用它，不然的话又是一个交叉感染的机缘。那好，我们的春卷正在这边欢腾，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做一个新年里边大家经常吃到的全家福。
全家福呢没有一个非常特定的菜单，南北的用料都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总的来讲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食材，很多很多的美味放在一个锅里一起烹饪，和盆菜有一点点的相似，但是没有一些不同，我们不用盆子，我们没有砂锅。那我们就用一个小砂锅，把砂锅洗干净。砂锅呢，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最好放上水，让它浸没一个晚上，第二天用小火把它煮开。有些朋友跟我讲，我的砂锅买了，第二天煮就整个的爆了。如果你用这个方法处理一下的话，这个砂锅底煮爆的这个几率就会小一些。好，我们现在又要弄到白菜了。那刚才我们用的是白菜心，现在呢，我们用的是多一些白菜帮。这里呢，你可以把它切大块。为什么把它要弄这个呢？我们把它铺在砂锅的底部。最大的好处就是，因为这是一锅很有料的硬菜，如果所有的料都是这样焖煮的话，底部就容易烤焦。白菜最好的优点就是它会出水，把它铺在砂锅的底部，这样呢就不会担心你这一锅美味被烤焦了，也这样也会减少很多厨房里的危险系数。只要你不要开着猛火，像烧烤一样就没有关系。你不要看我放了那么多的白菜下去，待会一煮整个的就没有了，变成薄薄一层。但是这道菜说实话，最好吃的可能也就是这个，有可能会是这个白菜，因为它把所有的最鲜美的汤汁都吸收了。这个时候你去吃它的话，这已经不是白菜了，这是一种神仙的味道。好，我们先把白菜铺在底下，接下来我们把粉丝放在当中。粉丝呢浸泡的时候请一定用冷水浸泡。很多人很着急说，哎呀，这冷水泡不开，我用热水吧。为什么不建议用热水呢？因为你用热水泡开的粉丝，在你烹饪的时候，它很容易碎，也很容易烂，所以耐心一点，用冷水浸泡一下，其实时间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长。我个人认为在半个小时之内它一定是泡开了。然后我们就把这是两小包的粉丝，把它放在锅子的当中。而且白菜呢，你当中垫高一点有一点好处，粉丝一煮就烂，所以在上面的食材还没有煮烂的时候，粉丝可能已经消失不见了。那这时候我们观察一下这个春卷，哇，状态也是不错的，但是还不够成熟，心还比较小，我们把它扫了一个翻一个个。但是现在声音已经慢慢的减少了，我觉得它也是在煎熬的当中慢慢的成熟了，可能还有一分钟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就是一件比较让人喜悦的事情，就是这个全家福。我们江南的全家福呢，有这么一些材料是必不可少的：蛋饺、鲜笋、火腿、咸肉，还有一个呢是我们上海常吃到的肉皮。这一次我很高兴的购买到了上海的三明肉皮，一点都不肥，然后处理的恰到好处，宁静很好，所以三明肉皮是我的上选。今天还用到了大虾、鹌鹑蛋、
鱼丸，还有一些蔬菜，这样一锅全家福，食材是非常容易找到的。很多人喜欢用鲍鱼啊，鱼肚啊，前鸡啊，这些东西，我想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对煮饭已经有一点生畏的感觉，所以这些食材又好寻找又好处理所以我今天拿到这里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做出自己喜欢的食品，而不是费尽心机非常劳累最后没有感觉到美食的快乐。那我们现在这里先暂停一小会，春卷好了，因为它声音快没有了，我喜欢它现在这样的沉静。那我们把它取出，在旁边量一下，先把火关，先把这个按钮关掉。沥干一下油，这个时候这个小篮子就起到了把油沥干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这是我家比较心爱的一个小厨具。大家买厨具的时候请千万记住一点，如果你平时不会用也不喜欢用，不实用的餐具就不要去买，不适合的餐具也不要去买，因为到时候除了占地方就是积灰。好了，我们这个春卷已经做好了，大家看见没有，颜色均匀，而且我已经听到了这种酥酥的声音现在是热的不用去吃它，绝对的烫口，里边的馅更是烫口。我们先放在旁边，我们把全家福做完。那我们把全家福的白菜粉丝已经放在，已经铺垫好，底下是白菜，当中是粉丝。然后我们把这些食材非常随心的摆一下，就摆成 一圈圆的。这个时候你可以充分发挥自己艺术家的风格，想放什么形状都可以，围成一圈，把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都放下去。有的人会放一些熏鱼，有些人会放一些红肠，这些都没有很大的讲究，全家福每一家都不一样，每一家的幸福也都不一样，所以把你所有的幸福都放下去，这一道就是全家福。我有点强迫症，所以呢我把这个颜色我都会分开一下，不会把同一种颜色放在一起。强迫症还带点色盲，所以做这道菜的时候还是蛮辛苦的。然后把这些，我记得小时候在上海吃的时候，他们会放一些猪肚啊，这些内脏的东西，当然在这里可能并不是每个人都很喜欢这样的口味，所以呢我也就在这里忽略掉一下。这些食材呢相对还都蛮健康，也容易找到，你在大华九九就完全的可以搞定。诶，好像他们应该是，我应该收他们一点广告费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盘子里还有一些青菜，这个时候为了好看你可以放上去，但是如果在烹饪的时候我不建议大家把青菜放下去，因为这个菜心一煮就烂可以在最后煮开的时候再把菜心放下去。还有一个漏掉的虾。好，现在是这么一个状态，蛋饺大家可以买现成的，也可以自己制作。今天呢，我就不在这里制作蛋饺了，这个是我自己手工做的，我觉得还是蛮方便的。但是这是个熟能生巧的一个过程，不然的话就是一锅炒鸡蛋和一锅炒肉，
两者之间经常会有所分离。那我们现在这一锅全家福材料已经放好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到一种幸福的感觉？我是看着他们就会笑，因为我觉得好幸福。这个时候放上，那关键的一步到来了。你要是这样煮的话，那就是一锅烧烤啊，而且是很焦的。我们一般呢会放高汤，所谓的高汤呢，就是用各种肉食的食材，老母鸡，火腿，咸肉，猪骨，鱼骨，这些食材放在一起熬煮的，小火，大火开了以后，小火熬煮几个小时以后出来的这个汤汁叫高汤。用这个呢可以做饭炒菜都是可以的，但是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这么一款，就是鸡汤，而且是少盐的鸡汤，哪里都可以买吧，超市里边 Costco 这些地方都可以购买到，非常的方便，味道也很好。如果你买少盐或者是无盐的话，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理。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因为我要是今天用高汤的话，大家会说，你是怎么制作高汤的？因为你的汤的味道，那我们做出来的味道是不是跟你会相差很远？所以我们今天就用这个鸡汤，现成的鸡汤，统一一下，这个时候倒下去，不要倒太多，因为再说一遍，白菜出水很多，我们把它均匀的倒下去。水不用没过你的食材，在你可以看见鸡汤的情况下就可以收手了，多一点也没有关系，如果你要没过的话，一大锅汤也是没有关系的，近视眼得多看几下。所以我这样估摸了一下，我倒掉了大概三分之二这么一盒，我想很多人都有使用过吧，还有他们还有那种牛肉的，所以根据个人的口味，还有蔬菜味的，如果是素食主义者的话，可以用纯蔬菜的，我个人觉得还需要再倒一些。配一副眼镜是当务之急。好，现在是这样，底下有汤水，盖上盖子就可以，我们现在就可以让它开始煮汤了，但是全程并不是全都是大火在煮，当它水开了以后，请大家调到小火或者中小火，开了以后就可以把开了以后一两分钟就可以把青菜放下去，这样既能够保持菜心的这个颜色碧绿，也可以保持它的口感不是那种全部都是软烂的口感。小菜心呢，大家挑选的时候还是这样，要看它是不是都很扎实的在一起，如果叶子泛黄或者是已经打开像开花一样呢，就说明时间有点长，不一定是很新鲜了。好，我们这里春卷已经凉得差不多了，我觉得现在进入了比较关键的一个部分，就是试吃。这一环是比较艰巨的任务，我觉得还是由我来担任吧。蘸料呢，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吃春卷的话，有两种蘸料，一种呢就是醋，一定是米醋而不是陈醋，还有一批人他们是绝对的要
上海的辣酱油，黄牌辣酱油。那我们今天呢，还是用米醋。我现在用的呢是一种醋叫宴会醋，我觉得它有点像健康醋的感觉，有一丝丝的甜，然后浓度呢不是那么的高，不会夺去食物的这个，不会夺去食物的口感。我来吃一下，啊，有点兴奋。是不是这一步是不是很残忍的？对不起哦。放到嘴里以后，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过年了，要回家了。大家看一下，这里边汁水并没有像想象当中那样横流，但是吃下去以后，外层非常的酥脆，里边的馅心有一种很浓厚的香笋的感觉，然后不是那么的怎么说呢，有很多春卷我吃下来以后觉得内心都比较的枯干，很多很多菜的感觉，很多很多我这个人有个很不好的毛病，就是我不爱吃萝卜，所以吃下去以后一口菜一口萝卜的感觉我是比较痛苦一点。这个就是我小时候家里春节的时候会做的春卷，平时是不太吃这种，因为比较繁琐，要各种东西都切成丝，然后还要放油去炸，然后慢慢的，而且要趁热的吃，你又不能等它凉了再吃，所以在春节的时候这是我们小孩子最喜欢的，大人一边在炸春卷，然后我们小孩就一边捞着吃了以后跑出去玩一会儿，回来再捞几个春卷吃，不是作为主食，也不是正餐放在桌子上的年菜，但是是绝对必不可少的一道记忆中的美食。我再吃一口，有点像，我除了想流口水还想流眼泪，这个味道实在是太好了，怪不得某人给我去掉两分，他觉得真的是没有吃够。那为了弥补这个2%的遗憾，我把剩下的这两个交给我们家的神兽同学。小心啊，好，希望我能够得到这最后的2%，他有100%的满意。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全家福已经开始慢慢的有幸福感上升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介绍这么两道菜，这个让他再孤独一下，让全家都沸腾起来。过年很多人都跟我讲现在的年味越来越少了，我们都不太在乎过年了，但是这一次的疫情让我深深的体会到，过年并不是说就是聚会聚餐狂吃乱喝，过年是一种，你可以说是一种仪式感，是对过去的一年的总结，也是对新的一年的期望。一家人也许可以在一起，也许会缺少一些人在同一个桌子上，但是在这个时候大家的心都是在一起的，特别是从小一起吃大的这些食物，每一家一定会有自己特殊的过年的方式，有自己家里的传统，某一道菜，某一个哪怕是一起喝的一个酒，或者是一起用的某一个杯子，都会让你突然之间回到了那最美好的时刻，然后你会传递给自己的下一代。就像我的孩子是在美国长大的，但是他一闻到春卷芯子的味道，我今天在制作的时候他就讲我闻到了过年的味道，这也是我想做到的，就是
把我们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除了美食以外，那些礼仪、那些知识、那些传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推广去传承的。所以从每一个小的细节当中，你可以从食物，你可以从衣食住行当中把这些文化慢慢的渗透到大家的生活当中去，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传统是那么的有意义，觉得自己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滴，这给自己一种价值感，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幸福的感觉。那么我们今天这些食物啊，现在已经开始开了，这个时候把火关小，然后我们把菜放下去，你可以整个造型，你也可以一把的撒下去，你听到大家听到这个咕嘟的声音，这种沸腾的声音，那就是一种幸福的声音，就好像跟家人在说话一样。好，这个时候把火转小一点，然后把盖子盖上，大概再过个两分钟左右就可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干什么呢？过年怎么可以不喝一点小酒？那我不是什么品酒师，但是我对我喝的酒比较怎么说有要求。像这样传统的中国家宴，特别是江南风味的黄酒是首选，而且这个呢是我平时比较喜欢的度数也不是很高，八年的黄酒叫花开富贵，专门是用在喜庆的日子里边喝的。黄酒呢，喝黄酒最重要的是要烫酒，不然的话它会有酸涩的口感。很多人在黄酒里边放话梅，我觉得这对黄酒是一种非常大的折磨。不要放话梅，如果这个酒要你放话梅才好吃的话，那它本身就不咋地。这是一个暖酒壶，说的很简单，这是个暖酒壶，其实是这是个玉瓷的，这不光是瓷，是带有玉的。这个时候往里边灌入热水，当中的酒中我刚才已经倒了黄酒下去，放入其中一分钟。好，这个时候我们来看我们的全家福，幸福都不要不要的。这个锅子呢不太好端起来给大家这样看，所以我们邀请小助手帮我们把镜头拉近一点，看一下现在这个幸福的样子。大家有看见吗？看见。清楚吗？很清楚。幸福吗？很饿。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样子，这个青菜的颜色还是碧绿的，没有泛黄，没有散开啊。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尝一口的话，菜心是糯软的，香甜的，然后下面的食材是鲜香的，好，谢谢。转过来，好，谢谢。我后面的2%你给我吗？2%。他说给我的，那我也很满意了，考试通过。都吃了。你可以坐下。那这一锅，如果我试吃的话，真的是会很残忍，但是。很多人都讲试吃是最重要的环节，所以我还是接受这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先把火关掉，所以在厨房里边请大家记住，
当你觉得你暂停的时候，第一件事做到的并不是把锅子拿开，而是把火关掉。因为很多很多时候在我们把锅子拿开以后就已经忘了这个火了，造成的这个小插曲，厨房里的小插曲还是蛮多的。砂锅还有一点好处，比铁锅要好什么呢？它的保温性能非常的好，哪怕我把火关了，它现在还在滚动当中，如果我加上盖子的话，端到桌子上一定还是保持着一个加热的这个状况。如果你用一个铁锅，特别是铸铁锅上去的话，会让这些食材变得比较酸涩，因为有铸铁在里边。所以我建议大家用砂锅。这一锅，让我看一下怎样引诱你们。我这里有个小勺子，我觉得这个全家福最关键的是这个蛋饺。自己制作的蛋饺皮比较薄，内馅呢你可以换各种花样，可以有猪肉、虾仁啊，然后或者放菜啊，有的人放猪肉粉条啊，哪怕是猪肉切一点葱也是可以。我今天做的呢是鸡肉荠菜的，而且是新鲜的荠菜。我有几个好朋友他们是做这个团购的卖，在他那边可以买到很好很好的蔬菜，还有就是老母鸡，所以我是因为买菜才跟他变成了朋友，所以有时候美食当中结交的友谊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那现在吹凉一下。做蛋饺呢，很多人说蛋皮有什么很大的讲究吗？做起来是不是很难？我说是不难，但是这样说呢，我觉得不太负责任。我用的就是鸡蛋，里边加一点点黄酒去腥，放一点点盐，打散，一定要打得很散，不像炒鸡蛋，你不用打散。把它打散以后，做的时候呢，可以用一个小铁勺啊。以前我们在上海做的时候还是蛮有技巧的，一个铁勺在煤气上擦一点猪油，然后再把蛋液倒下去，弄得不好呢就会破。现在呢有很多这种很小的做小松饼的一些机器，一些厨具，你只要把蛋液倒下去，它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圆啊。这个时候当它半熟的时候，把肉馅放下去，然后我是用牙签一下就把它挑起来，然后对折就变成一个饺子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想学怎么做蛋饺，我们可以专门有一个视频或者是直播来展示一下怎么做蛋饺。今天呢就对不起了，因为桌子也放不下。那废话少说，我先吃一口。我真的很希望现在我周边有一些观众，他们可以品尝一下蛋饺吸饱了汤汁的味道，不干不硬，里边的荠菜也是很鲜美，所以这一口下去，我真的是感觉到，虽然我在这里，家人在很远的地方，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全家人的一种很温馨的感觉，从头暖到脚。这个汤汁也必须喝一口。我觉得我眉毛好像掉了好几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鲜美。那在吃了这些鱼啊肉啊这些东西以后，喝一口黄酒，这是已经烫好的黄酒。玉瓷烫出来的酒，它的酒杯的温度也可以保持很长的时间，拿在手里不烫，然后可以慢慢的把温度传到指尖，而不是一下子让你有一种痛心的感觉。今天的节目也就到此了，到此结束了。我祝大家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里扭转乾坤，万事如意，健康平安。谢谢
新年快乐。谢谢。美女美女大厨，我有个问题。哦，好。那个、现在是提问环节。太好了。那个我想问一下，你做这个全家福的时候，我没看到你放盐呢，什么是不加那个咸蛋吗？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买的这个是少盐的鸡汤，不是完全没有盐。如果是完全没有盐呢，我可能会放一些盐下去。然后我们的食材当中有咸肉和火腿，这两样东西就有咸香味啊，包括鱼丸和蛋饺本身都自带一些咸味，所以我基本上是不放盐的。OK， 除非有的人吃口比较重啊，这个时候呢就煮完了以后你再放盐。如果你在提前放盐以后呢，挽救的机会就比较少一点。最后你盛到自己碗里的时候，再往里边加盐，这个时候是最好的。但是我个人认为，盐的吸收量还是相对少一点比较好，比较容易导致高血压这一类的后果。这一锅我刚才给大家讲的食材和所用的材料，你是一粒盐都不用放，我刚刚也尝过了，甚至你会觉得想要加一点水，因为它非常非常的鲜。嗯，太好了，谢谢谢谢。还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尽量的问，如果你还有今天来不及提问的话，可以加我的微信，还有我们有一个称心称意私房菜戚风堂的称心称意私房菜微信群，在这个里边我们几乎每天都会交流做菜的心得，不光是我个人，还有大家的群友也是非常给力的，里边高手如云我也不是什么大厨，只是一个对厨艺对生活比较充满激情的人吧。还有什么问题吗？大家可以尽量问，也可以问关于我的事情，什么都可以问我不能回答的我就会说我不能回答。刚才看见有人举手，丽丽有举手，丽丽是刚才是丽丽问过了吗？我已经刚刚问完了，谢谢。好的好的好的。哎，晨晨，你的那个时间安排的特别好，就是你做完一道菜然后下一道菜，这整个这个环节怎么会安排的这么妙？因为经常做饭的人就比较喜欢都安排好，这样不会手忙脚乱到处找东西。我刚刚开始做饭的时候真的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景象，就像二战刚刚结束一样一片狼藉。因为不是很熟悉，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只是想到一样做一样，想到一样做一样，这样就会手忙脚乱，这样你就会看见桌子上有很多不必要的东西堆积在那里。那慢慢做熟了以后，我就知道在什么的时间做什么样的事情。你看我是两道菜同时进行的，所以在一个小时之内我们可以做出两道年菜，一点问题都没有，只要你准备工作充分思路清楚做饭绝对不是一件很大的挑战。除了厨艺以外还有这么好的时间安排，除了一个小时之外，除一个小时除了做两份年菜还可以喝点小酒。对，我看着好喝。我是想跟大家讲，很多人讲你平时用一些什么调料我可以非常诚实的讲，盐、生抽还有就是红烧酱油，外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红烧酱油，有一款是叫六月鲜红烧酱油，这款红烧酱油你用的话就不用再放糖啊、桂皮啊、香叶这些东西，只要你放下这个酱油加上热水去煮红烧肉的话，味道就已经全都在里面，除非你有非常非常特殊的要求，不然的话这样的酱油我记得我想超市和无印上面都有卖吧，也一点都不是很贵，叫六月鲜，因为它是用六个月来酿造，所以叫六月鲜，并不是六月份酿造的所以这些是我最主要的烹饪调料为什么只用这一些呢？因为我对食材的选购非常非常的认真，不新鲜的我不要，不应季的我也尽量不要，如果这个季节不适合吃某一样东西而你可以发现它的话，那就是属于不是很自然的生长味道啊
和营养成分，我认为都会是大打折扣，甚至是有害无益的。其他的调料每个人都有，那就是你在做饭的时候细心、耐心和爱心这三样东西，如果你具备的话，烧出来的东西一定是非常美味的。太感谢了，今天非常感谢晨晨的宝贵时间，然后让我们大家在这晚餐时候特别的饥饿。我知道，我也想问，有人我能听得见吗？我想问一下，你一般都用一些什么样的厨具就够了？我买了好多东西，反而就放在那里不怎么用了。对对对，一般就是这个问题。您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他们看到我做饭讲，哎呀，你这个锅子很好，哪里买的？我也要去买。我母亲也有这么一个问题，她看见我做盐焗鸡，我用电饭锅做盐焗鸡，我要这个电饭锅，我也要做，买了以后那就是一个陈列品。所以什么样的厨具呢，就按照你自己家里做饭的习惯，如果你炒菜比较多的，那就买这一方面的厨具。如果有些人说我不太喜欢油烟，我喜欢炖品的，那就往这个方面发展。那我用的比较多一些，因为我什么菜都做，那就希望有个多功能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如果有一样东西告诉你它什么都能做的话，那它一定有个很大的弊端。就像有个人给我推销过一个锅子，跟我讲什么都能做，这是个万能的。那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他能给我带孩子吗？如果不能的话，还是不能万能，不是万能的。所以每一样东西都有利有弊。那我用的比较多的是什么呢？砂锅，砂锅我用的比较多，煮汤、煮粥，这个全家福，炖菜，我都靠这一个。还有一个厨具，炒锅。一定要一个好一点的炒锅，轻便不粘，导热均匀，有盖子，这样的炒锅如果你能够找到的话一定要买下，价钱不一定是很贵，几百块买来，有的是上千买来的锅子，如果你用的不趁手的话，那这个几千块钱几百块钱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我个人认为在100之内的话，这个锅子时间就可以价值就在那边了。就像我刚才用的那个炒锅，我是在华人超市买的，好像也就20-30块钱左右吧。所以这个炒锅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买的时候买深一点，不要买平底锅，这样子你炒菜的时候它会飞溅出来。底盘稍微大一些，这样你也可以煎饺子做煎饼之类的。那炒锅是我最大最大的，在厨房里用的最多最多的。然后呢，我也会用到蒸烤箱。蒸烤箱对我的帮助是什么呢？它蒸的时间要比蒸笼的时间要长一点，基本上是要加10分钟。但是它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不会计算错时间，它可以定时，温度也是比较均匀的，容量也是很大。我蒸一条鱼，一般1斤多的鱼，头尾放进去是没有问题的，而蒸锅经常那个尾巴我要把它翘起来，因为这个直径不太够。所以这几样是我常用到的，其他一些小的厨具，大家跟着我一起在我的私房菜微信里面经常会看见，我有时候用那个日本的小红锅，用它来做火锅、做小松饼、做章鱼丸子，这个纯粹就是你个人的爱好，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就可以去购买。但是如果你说看看不错，有人请我吃我也会吃，但是要我自己做的话可能1年都用不上一次，那这个就是不适合你的。所以我总结一下，就是找适合你自己的烹饪，就是家庭饮食方式的这个餐具和厨具来购买。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来问我，因为我用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餐具，好的坏的都有用过，有的买了没多久就给我扔掉，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是不能够使用的东西留在那里，反而会给我的生活添加负担，所以还是断舍离是很重要的。希望我回答了你的问题。
对，陈生还有问题，就是说关于炒锅的问题。第一就是能否推荐炒锅，第二就是怎么样炒菜才可以不粘锅。哦，如果你的锅子是粘锅的话，那就是每次做完，首先你要把它保养好，每次做完菜洗干，一定要把它擦干，然后涂一层油，这样子你下次炒的时候就不太容易粘。还有就是看你炒什么菜，比方说你要煎鱼的话，油锅热了以后，用姜片擦一遍锅子，再倒油再去煎鱼的话，这个鱼皮就不太容易破。如果你的锅子，你想要不粘，当然是不粘锅就不太导致会粘。但是我的不粘锅有时候炒饭，诶，怎么会结住，会粘起来？那是因为在锅子没有热的时候，你就把油倒下去了。你要等锅子热了再把油倒下去，然后稍微的转动一下，让油能够均匀的涂抹在锅子的内壁上。这个时候你再把你要烧的食材放下去，就不太容易产生粘连。铁锅的这个烹饪的要求比较高一些，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铁锅的保养，因为每一家的铁锅都不太一样。如果是铸铁锅的话，那它的保养这个 process 就更加复杂一点。好好保养的话，铸铁锅可以做出很美味的菜。不好好保养的话，它是你最头疼的一个厨房用具。如果说你要我推荐的话，我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因为我个人也是买来以后好用我才用，不好用再好的牌子我也不会用。那我用到现在的一个炒锅呢，是那个 La Crusette 的铸铁锅，缺点是比较沉重，非常的重。但是它导热非常均匀，炒菜的时候，我的菜不太会左右这个时间会不一样所以这一款呢，我喜欢，但是很多人觉得它太重，我妈妈就不喜欢，因为她根本提不起来。所以我刚才提到的我那个炒锅，我是在华人超市，我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是在华人超市买的，非常大的一口锅。然后提起来，你买的时候大家提一下，不是过分的轻，像纸一样的轻，something wrong，就是你自己能够提动，可以转动一下，你可以用手晃一下不是很累，底盘大，口径深，这样的锅我是比较建议购买的。当然还要看你回家怎么样烹饪。如果烧焦了的话，有时候不是锅子的问题哦。那晨晨还有一个问题是，我都还不太能懂这个问题哈。他是说千层面如果只有比较小功率的烤箱，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得尽量比较好？哦，那是有关西餐方面的。如果你是做千层面的话，那就看你的千层面的调料，还有你的烤箱的功能。如果烤箱的功能比较少一点的话，那就是完全是靠温度，不要你要调到适合的温度才能够保证它不会烤焦，不会烤烂，不会那种，我是不太喜欢吃那种比较稀烂的千层面。我正准备做一道五彩千层面所以可能在不久，也许下个星期就会有食谱出来。我不知道这位提问的人是否有兴趣拿到这个食谱，可以来找你，然后联系上我，我可以单独跟他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好的，好的，太感谢了。我觉得这个看的，这个每次看晨晨煮菜哈，就是一种享受。除了是好吃以外，这个我不知道啊，是你说的好吃哈。主要是很好看，然后又很好听，一听那个皮脆脆的哈。我觉得下一次要办直播，一定要在你家里办。是，我觉得这个做完以后当场试吃，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现在指的是我是口说无凭，对不对？我自己做的再难吃，我也会把它吃下去。但是我觉得，
懂得烹，就是说你平时有吃过东西的，差不多你可以从色泽，可以从这个春卷咬下去的声音，然后根据的配料应该是八九不离十。所以在不久的将来，我希望能够让大家都品尝一下这种简单易做又相对比较健康的家庭式的美味。很多人会跟我讲，哎呀，你吃的是情怀。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叫情怀，我们每个人非常努力的工作，然后白天黑夜的上班，回到家里还要管孩子，管先生，照顾太太，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希望有一个美好的生活。那如果我们在真的是接触到美好生活的时候随随便便的然后并不是很爱惜自己，随便抓一些什么东西吃下去又熬夜的话，那我们这个辛苦奋斗在外打拼的意义就有点本末倒置了。所以我希望每个人能够关心自己的生活当中的每一滴每一点，这样你才能够关心整个家的每一滴每一点。讲得非常好，谢谢晨晨，非常感谢今天这么精彩的分享。然后呢，我们大概在两个星期之后呢，就开始回到我们地产的话题上了。如果你有投资房，你要做 Airbnb 的投资还是做长期的投资，那就请您参加我们在2月23号下午5点20开始的这么一个讲座。今天呢，这个讲座实在是让我太饥饿了，下一次我一定要在晨晨家里面亲自做试吃，亲自品尝一下。我是做私房菜的，所以这种外卖，我的菜不太适合外卖，我的菜适合当场就吃，它的温度它的质量都是在短时期之内才能够体现出来的。所以希望大家将来有机会的话可以品尝一下。我就在这里给大家先拜一个早年了。非常感谢，也祝您晨晨新年快乐，也祝大家新年快乐。拜拜。好，谢谢，好，拜拜。